我觉得这是当目前为止，我觉得拍的可能最辛苦的一部戏，因为整个这部戏我们差不多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前前后后，然后又有很多就是作为演员或者是作为一个电影人没有接触过的一些新鲜的事物。啊，东大的年代就会才有这个爱情的考验，啊，经过考验，经过历练，啊，锻炼的一段爱情，后来就比较更坚固这样。那 In this film, I think, you know, he used some memories from his past to really illustrate the love story happening, and I think, yeah, that's a very nice touch. 真实生活里面，其实我是比较害羞，那有浪漫的时候也不 知道怎么样去表达，年轻的时候比较表现多一些，因为这个年轻的时候喜欢跳舞，也喜欢跳那个 wash， 有好几次我带着他在那个舞场，不停的旋转，就像那个戏里面黄晓明跟那个宋慧乔一见钟情。看到剧本就是很感动，因为剧本描写的几组人物都很生动。 其实大家对于吴宇森导演都没有任何的迟疑吧，就是都希望可以有机会跟他一起合作。